们教也是教的振华，因为是振华全部代收嘛，反映过，但是这个东西因为他可能也超市也处理不了，因为这上面根本超市也管不了，最顶上那些都是学校的，我们也无权上去，也上不去。是吧？这个冰不是说是说清就清掉了，然后它是每天都是会再产生的。现在学校已经在清了，学校已经采取措施了。